接下来教大家怎么打。拿一个小鲁班自己控制，再选两个范围控制英雄，其实其他两个英雄随便选都可以的，选两个肉也是可以的。小鲁班走到后排去就可以了，直接突突突就赢了。五月南风正和煦，也许他的双手太多情，让我想留在这里。后来刮风又下雨，花了几百钻石买了三次次数，也就几百钻石，反正你打到第一名奖励你的钻石就够多了。我所有的小脾气，无论快乐或伤心，虽然到现在还孑然一身，你会陪我默默忧愁到凌晨。还是一样，直接去后排突突突，不管对面什么阵容。来来往往有多少人，只是扬起了灰尘。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小伙伴们去试一下吧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直接私信老狗，或者是在下方留言，老狗会一一回复。支持老狗的麻烦点个关注哦。